家好，我是 Romain。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盘土豆吧。哦，军火杀。我们军火杀就是每一节都要买好武器，买好买满。跟大家讲一下，看来就是对道具的部分可能要稍微取舍一下喽。对，道具可能没办法那个。
Thank you.
来发现，其实工程蛮好用的，各位。对，因为我们如果买工程的道具啊，它是不会被消灭的，它是可以继续留的。对啊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身这样子的话，好像还勉强 OK 哦。对，我觉得这一套目前还是 OK。对，就接下来就是 BOSS 不要打，不改没关系，就是我们就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对，我们一样就是伤害尽量的拿，就是拿刀还是拿刀。对。因为毕竟还是要买武器嘛。
糟哦。
播啦。
爆炸范围真广啊，而且伤害好也不低啊。没有机会买到武器没关系，给你护甲加二。哇，军火商，所以最重要的点我觉得是这个，这些工程道具，这些工程道具超好用，它根本就不会消失。对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冲工程，对，一定要冲工程，工程是最好的。对，好啦，各位，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啦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喜欢我的朋友帮我按赞加订阅，有什么想看的游戏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大家，拜拜。